较喜欢一些超前的电影嘛，就是特别像《终结者》《007》，像美国跟俄罗斯的那种啊。我姓陶，陶向李，然后我今年34岁。我坐这里，就是我做这个前瞻电影，就因为我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东西吧，所以说就引一下，想找一个所谓的就是能支持我、拉我一把。我的朋友啊，我的亲戚啊，他们都感觉到疯子神经病就是那种的，感觉你的感觉太不现实，就是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嘛。因为好多专家什么的都做不了，甚至呢就是说那种，除非让国家的拨了很多款去做的。但你搞得现实的啊，你这么多年就跟玩一样。我现在在一个 KTV 里边给他们调音，我什么都没学过。然后我上学就上了5年级吧，上了6年学，4年级留了一级。大部分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旧货市场，因为都是买旧的，包括我的电池、电机，包括这好多灯、好多探头，这探头什么的，所有的一些开关，除了有一些开关是新买的，大部分有的还是都是旧的。这种次的东西是很少的，包括这些东西，我都跟着这么长啊，还是多大多大，我都是全部都是跟着感觉走的。现在真的，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发展，真的飞速发展，越来越快。要是真的回到几十年前，可能这简直是不可想象，想都不要想，别去做了。你看现在我坐在这里，然后，这水源什么的，我感觉这领导都相当支持，我非常感谢他们，感谢我们的国家。